吃素忏悔。不知道吗？南宁国际旅游集站中心，去越南车这边也有，在这住非常方便，到旁边学校。所以它上好几天也不错，方便，还不贵，100多块钱。就在这个票务中心里边取票。维也纳上好酒店。房间还挺干净，就是稍微小一点。走吧，到越南河内就在这地方。在这里买票，请耐心等待。这个地方，那车来了，我们换这车准备前进。在这儿过海关，刚刚过了中国海关，现在去越南海关。这老护照是麻烦啊，是吧？这是有一关。